鸭王何浩文在戏入面氹到一班女女咁 happy， 在现实生活入面，何浩文的感情世界又是点先？话说何浩文就俾人影到同一个高版堂妹去台湾玩，嗰位高版堂妹叫 Candy， 唔知个样生得似何浩文前女友堂妹，就连英文都一样读 Candy， 不过个串法唔同咗啫。我哋就打去问 Dominic 系咪有新恋情，佢就话：哦，唔系，其实系朋友嚟嘅啫。大家了解一下先啦，咪但其实而家暂时都未谂住。我哋就收到风，呢位 Candy 本身系空姐嚟嘅，加埋个样又生得靓，经常似靓行空，逢仔就必沟，情史多罗罗。最爆嘅系有网民发现呢位 Candy 喺2011年为咗复合喺男友就读嘅浸大跪到报警兼上报。同一时间有网民喺 Candy 嘅现任男友 Instagram 入面揾咗一张 Candy 背影嘅相，然后写住自由给你太多，玩你喜欢的狼狗，仲有人用公厕去形容 Candy 添。转过头就被人发现 Dominic 同佢喺台湾把臂同游，睇嚟 Dominic 就系呢位男士口中所讲嘅狼狗啦。佢本身系男朋友，佢我之前好似系一听 Dominic 讲到咁恶言，睇嚟佢都唔知呢件事。对于被人用狼狗去形容 ，Dominic 就话唔多清楚，仲话以事业为重添。我唔知啊，顺其自然咯。我又冇特登话想去识边个或者追边个或者咁样，佢都系一个好女仔嚟嘅。Dominic 仲为人哋点样形容 Candy 都系人哋嘅事，但对于累到一个行外人就觉得唔好意思，仲话要考虑请人哋食餐饭补翻数。